好，下面咱们接着来看第四段。先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请看屏幕。他说 ：“The idea of colonizing Mars, a world 160 times more distant than the Moon, will move decisively from the second phase to the third, whe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are living permanently in space.” 他说了这样一个观念，这个想法。这 of 引出是他的同位语，什么想法呢？就是要殖民到火星上这样的想法。然后在两个波的号中间是一个插入语，可以看作补充说明这个火星。火星是什么呢？这么一个世界，它比我们从地球的月亮的距离要远上这个大概有160倍，这么一个距离，就是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远得多了。然后这主语依然是这个 idea， 这想法怎么样呢？Will move decisively from the second phase to the third， 将确定无疑的这个想法将从第二个阶段那么到第三个阶段。这个 decisively 是多义词，在这翻译是明确的、确定无疑的、毫无疑问的啊。这个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指刚才那个人 Arthur 说的那一段话。第二阶段就是这有可能但是不值得做。第三阶段说这一直是好主意嘛，就是从第三段到第二阶段到第三个这阶段，那但有个条件，后面是这个时间状语从句，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从第二段到第三段啊。从哪个时候呢？就是当大量的人已经长期住在太空之中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殖民到火星上去，那么应该慢慢为大家接受是个好主意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后面 when 到句末是时间状语从句，permanently 就长期的或者永久的。咱们下面我们看看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首先第一个就是 colonize， 叫做殖民到某个地方去，就在这个地方建立殖民地。那两个拼写方式都可以，一个叫 colonize 结尾，一个是 s 结尾，都对。那两个拼写都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 establish a colony in an area， 在某个地方建立殖民地。 colony 就是殖民地的意思。那在某个地方建立殖民地，动词用 colonize。 看例句， Britain colonized many parts of Africa， 不列颠就英国了，在非洲的很多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就到那儿去殖民，让英国人住的那个地方，那就 colonize。 我们殖民地就是 colony 这个词。还有一个殖民的叫 colonial， 这在十七课咱们见过。回顾一下咱们造句中也用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这个字头就 semi， 大家可能回忆起来了，叫做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colonial 叫殖民的。我们分别把这几个词再读一下，先读一下建立殖民地 colonize， 再读一下殖民地 colony， 再读一下殖民的 colonial。 这个是复习，咱们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他说我们在火星建立殖民地，就殖民到火星上这个想法。然后补充说明，火星呢大概是比呢这个月亮到月亮的距离远160倍，这比什么什么远多少倍，什么什么 times more than 这个结构，在第一段讲过这个结构。那怎么样呢？这个想法 will move decisively from the second phase to the third， 将毫无疑问的从第二个时期到第三个时期，这么一个阶段。这个 decisively 这个注意翻译，它来自于形容词 decisive。 decisive 呢做形容词常见的意思就是三个，那么副词呢相应的也都继承自这三个形容词的意思。先看本文中它表示确定无疑的，我们先看这个形容词的含义，先大声读一遍 decisive。 它的意思表示 definite and clear in a way that leaves no doubt， 明确的、清楚的。是怎么一种明确清楚的方式呢？就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没有任何人怀疑了，就确定无疑的、明确无疑的，叫 decisive， 这是的常见意思之一。看一个例子 ，The answer was a decisive no。这个回答是一个明确无疑的，不行，毫无疑问的不行。decisive 就确定无疑的。那么它做副词也继承了形容词这个含义。咱们本文中是确定无疑的，从第二段到第三段。咱们再看这个例子 ：All efforts have failed to locate decisively the birthplace of Columbus。Columbus 就是著名的发现北美大陆那个哥伦布。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已经付之东流了，都失败了。什么呢？要确定无疑的确定哥伦布的出生地。
你看这个 locate 后面加了副词 decisively， 就是毫无疑问的去确定什么什么的位置。 locate 英国人会读成 locate， 美音中重音在前面读成 locate。 这个拿不准的话，到李老师的博客里面下载这本朗文字典，那万一链接失效的话呢，我们下载别的字典也行。如果链接失效，请在我的博客里面及时告诉我。那李老师不可能天天下载这本字典，那么有的学生跟我反映是在出问题的话，我有一部分能更改，能够干这个改这个链接，如果改不了的话呢，咱们再找别的字典也行。那一定我会在博客也会通知的。那这个两个发音，字典里面不有一个英式发音一个美式发音吗？跟着点击跟读就行了。因为有的学生在微信里跟我交流说，李老师您讲了好多英式和美式我记不住，上课就努力多重复几遍尽量记住，如果忘记了呢，我们通过字典查一查哪个是英式哪个是美式的，把它分清。明确的确定这个哥伦布的出生地，现在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就没有成功。明确的确定，那这是第一个意思，形容词副词意思相关。第二个意思 decisive 还有一个意思表示呢决定性的，表示什么意思？咱看英文解释，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inal result of a particular situation， 对于某个情况最终的结果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是 decisive。那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A decisive victory， 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导致最终完全的胜利，那决定性的胜利。 A decisive battle， 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决定生死存亡的战斗，那导致了最终战争的这个最终的结果。 A decisive moment， 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关键时刻，决定结果的关键时刻叫 decisive。 再看一个例子， The injury to their key playerCould be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game. Game 是比赛。这个受伤什么呢？他们关键选手的受伤可能成为这场比赛的决定性的因素，就说明这个球队恐怕注定会失败了。主力选手受伤了，成了决定这个比赛胜负的决定性的因素，叫 decisive factor。很好理解。那副词也有相关的含义。我们再看个例子， Germany had been decisively beaten.And disarmed， 德国已经被决定性的击败并解除了武装，说明已经决定注定他们最后一定会失败了，这是决定性的一个事件。这是修饰了 be beaten 被打败了，修饰动词被动用了副词 decisively， 有类似的含义。这是第二个意思。 decisive 还有 decisive 还有第三个意思也很常见，什么呢？叫做果断的当机立断的，表示这个含义咱们前面也见过。它表示 able to decide something quickly and with confidence， 能够迅速而且自信的做出决定，就是果断的当机立断的，他不犹豫，迅速而自信的做出判断，这是果断的当机立。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decisive management 就是当机立断的果断的管理层。Management 表示一个公司一个机构的管理层，不可数名词，当机立断。再比如说 Government must take decisive action on gun control， 政府在枪支控制方面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当机立断，来立刻做出这个判断，果断的当机立断的。做副词也继承了这个含义。我们再看副词的例子， If we had acted more decisively it might not have come to this，如果我们在当初啊那更加果断一点行事，做事情更果断一些，这可能就不至于到这么一步了，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么一步了。果断地当机立断地 decisively 就好了。咱复习一下这个 decisive 和 decisively 的三个含义。第一个表示明确的确定无疑的，形容词副词有这个含义。第二个表示决定性的或者副词决定性的。第三一个表示这个果断的当机立断的不犹豫的。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确定无疑地。词法的掌握是咱们英语大厦的重要的基石，一定要把细节搞清楚，要不然英语总是半知半解囫囵吞枣，考试中速度正确率一直上不去。在这里面是表示确定无疑的啊，毫无疑问将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在什么时候呢？当大量的人都长期住在太空中的时候，这是第一句话。那么这个后面他为什么谈这个 Mars 火星呢？咱们看第二句话，看屏幕，他说 Mars has an extraordinary fascination for would-be voyagers， 这个火星啊对于那些
希望做长途旅行的、长途探险的人来说，那么有一种非凡的、特殊的魅力。这里边首先出现了一个在生词中讲过搭配，叫 have 啊，什么什么 fascination for， 对于某人有一种什么什么的魅力，这是固定搭配。本文中用 extraordinary 修饰，非凡的、不同凡响的，有一种非凡的、特殊的魅力。我们还讲过另外一个对某人施加了某种魅力，叫 exert 啊，什么什么 fascination， 或者叫 on， 因为exert 是跟 on 搭配，把什么对什么什么施加什么，这两个搭配都行。本文中用的是第一个，用第二个，第二个也对，第二个就变成 Mars， 用 exerts 对吧 ？And extraordinary fascination on。Would be voyagers 就好了，从意思是类似的。那什么叫 would be 呢？ Would be 是个复合形容词，咱看怎么解释。 Would be means， 注意 only before noun， 就是一定用在名词前面啊，它不能当表语来用，一定做前置修饰语放在名词前，叫 would be 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呢？ Used to describe somebody who is hoping to become the type of person mentioned。 Used 是被用来了，被用来去描述这样的人，什么人呢？他希望能够成为你提到的那种人的，这样的人，就是希望成为某种人的这样的人。那我希望成为一个 voyager， 就 would be voyagers。咱们同样看几个例子。A would be actor， 一个有志于成为演员的这么一个人，在希望自己未来当演员的这么一个人。A would be voyager， 就是有志于成为长途旅行的这么一个人。再比如说。Advice for would-be parents， 对那些希望成为当父母亲的人的一些忠告、一些建议。Advice 不可数名词，就是现在还没有当父母亲的，希望当父母亲。本文中还没有做、没有成为 voyager， 但希望成为 voyager 这个人叫这个 would-be voyagers。那么什么叫 voyager？ 咱们顺便看一看。Voyager 来自 voyage， 长途的航行、海上航行，它表示 a person。Who goes on a long journey, especially by ship, to unknown parts of the world. 就是一个人，那么他启程做长途旅行的这么一个人， especially 尤其指乘船去那些地球的未知的地方的这个人，所以叫长途旅行者，或者是驾船探险的这个人。那本文中呢，用的很贴切，去火星是驾着不是普通的船，是宇宙飞船了，也是到未知地方去探险的人，所以长途旅行人、长途旅行者或驾船做探险的人叫 voyager。 整个句子就非常清晰了，就火星对那些希望做长途探险的人来说有非凡的魅力，非凡的魅力。那么他下面拿出了证据，咱们看第三句话，他说好多人呢就是确实你看想做这个事儿。那当然我们看第三句话，看屏幕，他说 America, Russia and Europe are filled with enthusiasts, many of them serious and senior scientistswho dream of sending people to it. 他说在美国、在俄罗斯还有在欧洲充满了这些狂热的爱好者，这个就是想去火星探险的这个迷吗？ Enthusiast 来自于 enthusiasm， 就是热情，充满了热情的这个人就是某种迷、某种爱好者，叫 enthusiast。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说这个事儿。然后两个破折号之间依然是一个插入语，两个破折号功能类似于两个逗号，说明中间补充说明。那他们其中很多人呢是非常严肃的，并且是非常有资历资深的这些科学家，不光是一些外行。那么 many of them 后面省掉了 being， 加上 being 之后就更明确了，两个破折号之间是一个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省略了最前面这个 with。 独立主格的逻辑主语是 many of them， 就是很多的这个热心者了。然后呢非被动词，非被动词是 being serious and senior scientist。李老师多次说过，在非谓语动词和独立主格中，如果出现了 being 怎么样 ？being， 那么一定可以省略。那么不省也可以，省不省都行，我们一般就不写了，就省略了。然后呢，后面再加定语从句，那修饰前面的 enthusiast， 热心的人了，因为插入语可以去掉。他们怎么样？他们梦想着把人要送到那里去。这个 it 当然指的 Mars， 指的是火星。这里面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前面那个什么什么迷、什么什么爱好者，这个 enthusiast，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h 要吐舌头，再来一遍 enthusiast， 注意舌头不能吐太多，不然那吓你一跳呢，吐出一厘米不到，往后一收舌尖跟上牙膛这个上牙摩擦一下，
大声点呗 ，enthusiast， enthusiast， 就是 a person who is ver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and spends a lot of time doing it， 这解释特别清楚啊，就是一个对某个东西特别感兴趣，并且花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个事儿的这么人，就热心于某事的那个人，什么什么爱好者，什么什么迷，叫 enthusiast， 就来自于热情 enthusiasm 嘛，对不对？比如说 a football enthusiast。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 a football fan， 用 F-A-N 那个粉丝那个词儿，那个、它也行。一个球迷，一个球迷。那再比如说，看这个例子啊 ，an enthusiast of jazz， 一个爵士乐爱好者或者爵士乐迷，这个也行。那用后边用 of 修饰，这也可以。咱们在复习，在第三册里面，三册的46课里面也出现了这个 enthusiast。三册46课的 do it yourself 里面出现。Some really keen enthusiasts go so far as to build their own computers. 有一些啊，真正的非常热衷的、热心的这些迷、这些爱好者，就自己动手做事情的爱好者，那会到达这样一个地步，乃至于他们自己呢，要组建自己的计算机、自己传机、传电脑了。这个 enthusiast 就迷或者某某爱好者，有这个意思。好，文中说，美国、俄罗斯、欧洲啊、有很多充满了这种这个迷，什么迷呢？就是。火星迷，要去火星的人啊，然后读了主歌结构，其中很多呢是严肃认真并且资深的这个科学家。我们刚才说了，你们可以看到省略了 being， many of them being， 再加后边的一个宾语就好了。就是逻辑主语加上非谓动词，标准的独立主歌结构。这个 being 一般可以被省略啊，你不省也行，省掉更常见。咱们多看几个省略的例子，比如说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第34课《幸运的发现》，三册的34课有这么一句话。Apart from an interesting looking carved dagger, the bag was full of crockery, much of it broken. 除了一柄 apart from 可以表示除了，怎么讲过？除了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雕花的匕首，就短剑之外，这个盒子里面充满了陶器、陶制品，很多都碎了。Much of it, 这个 it 当然指的 crockery, 陶制品。陶制品不可数名词，所以用 much of it, 没有用 many of them。逻辑主义，然后 broken 是被打碎的，可以看到个形容词，中间省略了 being 这个词，那么加 being 呢，就是很多陶器都被打碎了，这是独立主格结构。什么时候用独立主格呢？我们说了，独立主格的逻辑主语跟主角主语不统一了，这时候就没法用非谓动词了，因为非谓动词使用条件是非谓动词的逻辑主语一般来说要跟主角主语统一，那不统一怎么办呢？加上自己逻辑主语不就行了吗？这就是独立主格结构。你看这句话的主语是the box，而碎了的是很多陶器，不是箱子碎了，所以加逻辑主语就好了。那 being 被省略，咱们看下面一句话。那他说 ，In the 19th century, a novelist would bring his story to a conclusion by presenting his reader with a series of coincidences, most of them wildly improbable. 在19世纪，就是1870年啊，当时呢，一个小说家将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结束他的这个故事小说。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就是结束，什么方式呢？就给他的读者提供一连串的巧合，后面出现独立主格，其中大多数是极其不可能的。 Most of them 直接跟 wildly improbable 省略了 being，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语是 a novelist， 极其不可能的不是小说家，而是大多数的巧合，所以用独立主格，后面这个 being 加上去掉都行。那一般咱们选择去掉更为常见，就是本文中这个也是去掉了这个 being。然后呢，他们怎么样 ？Who dreamed of sending people to it？ 他们梦想着把人送到火星上去。这个 dream 在这儿不是做梦，而是梦想。梦想，希望某个事情是真的。Dream here means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ppen or have， 就是考虑这个事情什么呢？你希望发生或希望能拥有的这个东西，就梦想。哎，我希望这个能发生，我梦想我拥有这个东西，这是梦想。它的搭配呢，后面用 dream of something 或 dream about something。当然，如果是动词的话，也可以叫 doing something 也行。这梦想呢，某事。咱们看个例子，比如说在新概念二册第38课，唯独没有考虑到天气，这是新概念二册了。二册的38课讲过这么一句话：He had often dreamed of retiring in England and had planned to settle down in the country。他怎么样？他经常梦想着呢，退休以后能住到英国去，并且计划怎么样？叫在乡下定居下来。Dream of 就梦想着在做着 ，dream of doing something 在 doing 就希望这个事能发生，这是梦想。那再看一个加 about 的例子 ，They had the kind of house
we could only dream about. 他们有这种类型的房子，什么房子啊？定语从句，我们只能梦想得到的房子。第一个是希望某事发生，第二个是希望能够拥有。Dream about 跟 dream of 一样可以替换。但记住，如果后面加宾语从句，叫 dream that， 希望某事能发生或拥有，这个时候就不加介词了，因为我们说了不用在介词后，是 that 引导的从句的最突出的标志之一。所以呢，因为我们一般不是 dream of that， dream about that， 这时候那个 of about 去掉，一样是表示梦想。咱们看个例子， She dreamed that one day she would be famous， 她梦想着有朝一日她能成为名人，能出名。这个是 dream 几个常见搭配，注意啊，本文中用的是 dream of doing something， 正确。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把人送到火星上去。然后看看第四句话，作者给这个梦想做了一个评判，他说 Their aim is understandable， 他们的这个目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 aim 就是 goal， 就是目标。 understandable 可以理解吗？为什么可以理解呢？后面做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去火星是可以理解的呢？看下面第五句，咱们看屏幕。那他说 It is the one world in the solar systemThat is most like the Earth. 它是在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什么世界呢？最像地球的这么一个世界。所以我们要选择住在哪儿呢？肯定是跟地球越像，我们越舒服。到火星上，这个去殖民。这看来这个梦想是可以理解的。这个 that is most like the Earth， 这是定语从句来修饰前面那个 the one world 这么的一个事实，这样一个世界。Most like 就最像什么什么，注意在这儿一般不用 the most like， 我们用这个 most 来修饰介词短语，一般就不加这个定语词的了，不说 most the most like， 就是 most like 就好了。这个咱们一会儿会提这个事儿，不用一会儿，现在就说吧。 most like 就最像什么什么，当然这个 like 是介词不是动词，动词是喜欢了啊，这个 like 是介词。最像什么什么，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Manchester cityStrike me as being most like China， 就曼彻斯特城啊，给我这么一个印象，它最像中国了，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 strike somebody as 给某人留下某个印象，使某人觉得，这在第三册的37课开往温斯顿海温的快车咱们讲过，这是个固定搭配书面语 strike somebody as， 这个东西前面主语给某人留下某个印象，就曼彻斯特这个城市呢，哎，使我觉得它最像中国了。 most like， 注意这个 like。是介词，用在 be 动词后吗？是介词，对吧？再比如说 ，Here is another instance where he is most like Jesus Christ。这是另外一个实例，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啊，他最像耶稣基督了，最像什么 ？Most like。注意 ，like 是介词啊，用 most 限定而不用 the most。后面他进一步说，他怎么个像地球法呢？咱们接着看后面的第六句，接着看屏幕啊，看他为什么是最像地球的。It is a world of red sandy deserts, hence its name, the Red Planet. Cloudless skies, savage sandstorms, chasms wider than the Grand Canyon, and at least one mountain more than twice as tall as Everest. 他说，它是这么样的一个世界，什么世界呢？red sandy deserts 是一个红色沙漠的这么一个世界。这个 of 都是一连串的并列的名词短语，跟 of 固定搭配。你看第一个红色沙漠，然后后面那个呢 cloudy skies 万里无云的天空啊，什么狂暴的什么沙尘暴啊，还有大裂缝啊，还有呢至少有一个这个像比珠穆朗玛峰两倍还高的大山，这一大堆都是放在 of 后面固定的名，这个并列的名词短语。desert 是荒漠或者是沙漠或荒原，那有 sandy 就是沙子的多沙的，那就沙漠就好了，红色沙漠。括号里面是插入语 ，hence his name, the Red Planet， 就是因此呢，它有这么一个名字，叫做这个红色星球，因为上面都是红色的沙子。The Red Planet 可以看作 its name， 它的名字的同位语，它的名字就是红色星球。这个 hence 叫因此所以，它一般都后面紧跟一个名词，因此有这么一个东西，因此怎么呢？后面紧跟着名词或名词短语，这个搭配咱们一会儿会重点说。红色沙漠的世界还有什么呢？万里无云的世界 cloudy skies， 它上面这个液态水几乎没有，所以呢空中也没有云彩，万里无云的天空，还有呢 savage sandstorms 狂暴的沙尘暴，
这个的世界还是放在 Oppo 面。还有是这个 Savage 不是野蛮的，而是狂暴的啊。Chasm 就是大深坑、大裂缝啊。Chasm 大裂缝什么呢？Wider than the Grand Canyon， 比美国那个大峡谷还要宽的大裂缝啊。这个那各个方面跟地球像，地球也有沙漠吗？对吧？也有有时候晴天万里无云天空，也有沙尘暴吗？也有像美国大峡谷这大深坑，哎，只不过它比地球宽一点，那它像地球，并且至少有那么一座山，哎，但 wider than the Grand Canyon 是后殖能语修饰 chasm， 那这里面这个 more than twice as tall as Everest 也是后殖能语修饰这个 one mountain， 至少有一座山，那比我们著名的 Everest 三侧见过的珠峰，比珠峰这三侧42颗洞穴探险那个时候讲过啊。比珠穆朗玛峰两倍还要高的这个大山，有什么各个方面呢？跟地球像，描述为什么说最像地球。细节看一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看 hence。hence 有两个意思，都比较正式，而且都是咱们五星级的写作词汇，但是会用的人不多，很多人一用就错。那 hence 意思，第一个意思简单 ，for this reason 就因此，但注意它后面直接一般是加名词或名词短语，因此。有这么一个东西，后面加名词或名词，本身的 hint system 因此有这名字吗？就这样的，注意别用错啊！咱们都看几个例子 ：Crime is on the increase, hence the need for more police。哎 ，hence 后面加名词短语了。哎，现在犯罪正在上升之中 ，be on the increase 的再上升。注意这个 increase 是名词，动词中的 increase， 名词是 increase。注意这个，我们学英语要做一个 professionist。做一个完美主义者，英语因为尤其是写作使人精确，不能马虎啊。很多人反对完美主义，但是中国人应该提倡完美主义，就是 perfectionism， 提倡完美主义。为什么？中国人性格太马虎，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了，所以一定得精确啊。这个中国人不是完美主义过分，而是过分的不完美主义，马马虎虎不行。尤其学英语啊，得当理工科那么学，等水平高了之后，基本功很瓷实了。再当文科，修辞方法呀，什么优美啊，但第一个先不要出错。On the increase， 这个犯罪正在上升，因此有我们需要更多警察的这个需要。Hence the need， 名词短语。再比如说 ，His grandfather was Greek， hence the surname。他的爷爷是希腊人，因此有这么一个姓氏。Hence the surname。因此有这么一个姓氏，本文中呢，因此有这个名字，你看这搭配类似啊 ，hence 给我们加名词短语。再看例子 ，alcohol can cause liver failure and hence death。alcohol 就酒精或者烈性酒，酒精可能会导致这个 liver 是肝脏 ，failure 就肝脏衰竭了，完蛋了啊，酒精会导致肝脏衰竭，肝功能衰竭，因此会带来死亡。Hence death， 因此人会死掉。你看这个 hence 后面直接加名词或名词短语，叫因此所以怎么样？这是第一个意思。因此注意要会用。它的第二个意思呢，也比较正式，叫什么呢 ？From this time， 从此时起，它这是也是正式的书面语。但注意用法，它一般直接用在表示时间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后面。第一个因此是后面加名词短语。这个是用在名词短语后面，前面的名词短语一定是表示时间的。从这个时候，哎，这个开始，就从这个时候以后怎么怎么样？我们看例子 ：The project will be completed at the end of the decade, 2 years hence。这个项目或这个工程啊，将在这个十年的末期结束。从现在开始，2年之后，就是这个 decade, the end of the decade。2 years hence， 注意放在 2 years 名词短语后面，就从这个从现在开始2年之后，就是这个十年的结束。那再看一个例子 ，The true consequences will only be known several months hence。这个真正的结果，那么只有到几个月之后才能被大家知晓。从现在开始几个月之后，就 several months hence。就 several months from this time， 对吧？就这个意思，叫从此时起，多长时间之后？注意放在表示时间一段时间的名词后。这个书面语中精雕细刻啊，基本功打词式，我们在各种考试，尤其最难的写作部分无往而不胜。而写作水平高了之后，那阅读易如反掌嘛，因为写比读难的多了，而且读写都是书面语，
听力口语就相对简单的更多了。所以得写作者可以得天下。有人说得阅读者得天下，那得写作那阅读更没问题了，对不对？我们都大学都博士呢，做中学题当然没问题了嘛，就这么一个。好，这个我们再回到文中啊，这是这么一个世界，红色沙漠的世界，因此得它名字叫红色星球。那万里无云的天空 ，savage 狂暴的沙尘暴啊，还有呢 ，chasm 叫大地坑啊，大深坑、大裂缝、大峡谷 ，chasm 在三册的42课见过。那咱们再看一看。Chasm means a deep crack or opening in the ground， 在地上一个深深的大裂缝或深深的一个大口子，所以地上的深坑、深渊或者大峡谷。我们读一下这次 ，chasm， 这个在我们三册42课见过。咱们回顾一下三册42课课文的原文。他说 ，This immense chasm has been formed by an underground stream which has tunneled a course。Through a flaw in the rocks， 这个巨大的这个大峡谷或者大深渊是什么呢？是由一个地下的溪流形成的。你看，水之弱也，石之坚也，然夷泉之势以水滴之，日夜不息，终必成孔而后已。水是柔弱的，但冲刷了千百万年，慢慢成了大深渊了。地下的溪流怎么样呢？它 tunnel the course， 在地下 tunnel 是开凿隧道。开凿了一个这个 core 就是这个航线了，一个水流的一个航线了，通过什么？通过岩石中的裂缝，岩石裂缝水流过去，流一天没有变化，流一年可能有点变化，流上一万年甚至一亿年，形成个大峡谷了。时间的力量，这个 chasm 深渊峡谷。本文中说呢，比这个 the Grand Canyon 还要深。 the Grand Canyon 就是美国著名的大峡谷， Canyon 也是峡谷的意思。什么叫 canyon？ 咱们看看 ，a long deep valley with very steep sides made of rock， 就是一个又长又深的一个大峡谷。valley 本身也是这个峡，就是某一个峡谷，两山之间的这个大裂缝。两侧有非常陡峭的岩石，就这个大深渊、大峡谷叫。我们再读一下 ，canyon，chasm， 也 the canyon 可以看作 chasm 的一种，就是大峡谷。两侧陡峭的这个岩石组成的大峡谷。咱们看一看这个美国著名的 The Grand Canyon。 Grand 是伟大的峡谷，大峡谷。 The Grand Canyon is a steep-sided canyon carved by the Colorado River and the state of Arizona in the United States。 大峡谷就是一个非常陡峭的这么一个峡谷，它是由科罗拉多河 The Colorado River， 美国著名的科罗拉多河慢慢雕刻出来的这么一个大峡谷，就是因为河嘛，慢慢冲刷，慢慢形成了陡峭的大峡谷，那就是这么一个美国著名大峡谷。李老师在2008年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呢，就曾经到过这个，当时我们重点都是在亚利桑那州和这个加利福尼亚州两个州。那这个大峡谷就被著名的 Arizona 亚利桑那州，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这个科罗拉多河雕刻出来的著名的大峡谷，非常壮观，那就是 The Grand Canyon。但是火星上那个峡谷呢，比它还宽，并且还有至少有一个山，是这个珠穆朗玛峰的两倍还要高。这个 Everest 有时候被称为叫 Mount Everest 一样，就著名的珠峰，珠穆朗玛峰就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也是世界的这个最高峰。那我们读一下 Everest， 注意这个山峰前面。这个独山前面不加定冠词的，就这么一这个一座山前面不加定冠词的，一个叫 Mount Everest， 什么呢？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高的山。 Everest is in the Himalayas on the border between Tibet and Nepal。 那么这是喜马拉雅山脉的里的一座山，在国境线，这个 border 是边界，between Tibet 就中国的西藏，还有 Nepal 就尼泊尔，西藏和尼泊尔边界线上的这个珠穆朗玛峰，珠峰。这个在三册42课咱们见过。咱们再看三册42课的句子。Since its discovery, it has become a sort of potholder's Everest. 自从这个大的这个大山洞被发现之后，它就变成了真可谓是洞穴探险者的珠穆朗玛峰了，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深的山洞。那么登山者喜欢登珠峰，最洞穴探险者 potholder 喜欢最深的山洞。那这个我们说过，这个 a sort of 有的时候可能写成 a kind of
不是一种，要翻译成好像是什么什么，好像成了洞穴勘探者的珠穆朗玛峰了。 Every 前面注意不加定冠词的。好，咱们看整个35课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第四段的第七句最后一句，他说 It seems ideal for settlement， 这看起来对于我们的这个殖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跟地球像吗？ Settlement 就移民或殖民了。这个 ideal 注意 ideal 在三册第九课老师就讲过，这个词本身就是最高级的含义，不可数啊，对对，它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这个词本身就是最高级的含义。咱们看看它英文解释啊 ，ideal means the best or most suitable that something could possibly be， 某个东西可能成为的最棒的或最适宜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理想的、最佳的、最适合的。注意它本身的含义就是最高级，当然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叫理想的、最好的。三册的44课出现过。三册44课 ，Even if you travel in ideal weather。Sea journeys take a long time. 即使你在理想的天气中行驶航行啊，理想最好的天气、最适合的天气了，那么海上旅行呢也会花上很长的时间。这个 ideal 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不但要记住这个，而且记住 ideal 后面本句中这个 for 也很重要，一般是对什么来说是理想的、最棒的、最适合的，后面加介词 for。 多看几个例子啊， ideal weather for a holiday，度假的理想天气就最棒的天气了，注意加 for。 再比如说 He's the ideal husband for her， 这个男人对这个女孩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老公，理想的丈夫，就最棒的、最佳的，没有更好的了。再比如说 The sandy beaches are ideal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这些大沙滩就是充满沙子的这个大沙滩对于那些有年就小孩的家庭来说，那是理想的，就最适合的这个地方的。be ideal 或者 ideal 修饰名词之后，我们加介词 for 就好了。好，这个35课是有关有关类似科技幻想的这么一个这个课文，里边也出现了相当多的一些细节，这些小细节一砖一瓦垒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英语的大厦，一块砖头不注意整个大厦可能就崩塌了，关键考试中一个细节没注意可能差了一分，我们未来就改变了。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哈哈，这个一定要把每个细节把它记住，慢慢慢慢我们英语实力会逐步提高。英语提高是比较缓慢的，但一定要卯足这个劲，因为确实英语 is now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o if you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is language you hold the key to success， 所以如果你掌握了这门语言的话，我们就抓住了成功的钥匙。35课跟老师就学到这儿，谢谢亲爱的同学们。